嗨，大家好，我是 Ken 第二声。那我们继续来玩 Half-Life 2。那我刚观察影片的时候，我们测试一些东西。那滑鼠的方面，我还是调低一点好了。那你可能问我说，为什么要调低？因为我觉得用五的那个灵敏度晃动的时候，因为我是录 30fps，录 30fps 的话，你晃动太快，高动态那种要高动态 60fps 会比较好。那我的不算，所以看起来你会觉得说，吓死我了！靠！啊，我什么事也没做，干就没血。就是高动态的话，看起来你会觉得画面好像很不顺，所以走慢一点，录慢一点，这样就好了。跳过去吗？好像是从这边下来的嘛，就算这一根水管给你爬好，你要爬到哪里去？对呀，哦，它往下爬是，所以我刚刚就觉得说往下爬很怪啊，这边你又上不去。这边我也过不去。你都堆桶子来上来就对了，也是可以了啊。我想到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就是，它桶子不会浮起来哦。啊，对哦，你浮起来，你水位也不够高。啊，异想天开。我靠！刚刚这样子砸到我自己了。我想把它翻正，你知道吗？似乎有点难，就对了。那边有个原本就很正的，我们拿这个来啊，抠选，不然我要怎么爬上去？OK，哦，然后从那边游出来啊，现在要干嘛？有什么提示吗？为什么还要盖在这边？我现在想办法过去对面，然后啊，那
那应该还是要走这边了。这通道可以打开是不是？看起来不行。现在要解谜就对了。上面那个管子我也很好奇啊，可是你爬得上去吗？对啊，我感觉应该是跳不上去。我可以跳过去啊，是吧？我靠，我这样走过来，啊，差一点，对。我是觉得这不是正解啊，只是，我觉得这个一定不是正解，他一定是有什么方法走到别的地方的。我靠！算了，我直接尝试跳过去啊。Fuck！好吧，不然你要怎样？按钮。爬水管就对了。哎、欸，那边有个闸、欸，我靠！我有在上升，我只是懒得重新爬而已，只是让 CS 去爬山，爬一些 bug 而已。打开了吗？算了，我自己再确认一次好了。好，它的楼梯很。那楼梯这判断的很鸟。哦，按一啊，按一取消这样。也就是说，你还是要从上面跳下来就对了。好吧，我就再爬一次了。那刚按一下就好，为什么刚那不算？满上来喽！哇靠！你们应该不会跑来水里面吧？快没空气了。我靠！
我还会把血还你，还有一滴都不能少啊，要还我血啊！哇，这是卡住了是不是？那哦，你其实只要一个就好了，不用打那么多。走哪里都可以吗？那边明显比较像是……好，还有后面在割的。好，那个拍照的很烦。这边应该只是纯粹补给吧？对啊。纯粹让你补给的地方。不是吗？好。那就继续往前走了。浪浪的。哎，啊你。浪岛在哪里？哦，刚有看到一只会撵的，你还是要从上面走就对了。他如果板子掉了，你不就要哭了吗？然后自己铺路啊。这就跟以前那个一样，就是踩到的话会扣血，所以要尽量避开。这种像核废料的那种，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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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声音。啊，这里是浪打，我、哦、怎么走过去？用冲的、哦，啊，万一他血扣很快嘞，哦，靠腰，只有这一摊哦，血。Hey, you're Freeman, aren't you? Yeah. We got word you were coming. Mm-hmm. You got here Black Mesa East to Station 6, do you read? Dr. Freeman is on his way downriver. Lend him the airboat and give him all the help you can. Repeat, Gordon Freeman has returned. It is critical he reaches Black Mesa East. 黑色高地东站。Better get going now. 你知道以前的黑色高地是建立在峡谷里面，所以我要看一下他这一次是重置黑色高地的样子还是怎样。而且我电脑重灌之后，我一直觉得我的麦克风好像变小声了。我把它设定一模一样了。
欸，有那么大只吗？不是，这有那么大只吗？这个套在头上，我怎么觉得蛮小只的？啊，为什么他刚套在头上那一只好像感觉就很大？靠，无敌哦！话说我可以哦，可以进去吗？就像看你变形，对不对？攻击范围那么长，哦，我以为这是那个黏来黏去的。他是要往哪里走？干，陷阱哦！哦，走哪里都可以哦。刚刚是被电死了。那也太慢了吧！Hey, Dr. Freeman, I've been hoping you'd show up. Got this airboat all gassed up and ready to go. 充气？可是你刚刚在灌油呢。Civil protection out there in the open, but drive hard and you'll make it. You'll find more help up at Station 7. Just a few bends up the river. It's the old red barn.Come on in, fire her up. 水上野狼。You'd better get going now. 蛮好看的。Shoot. 还没有加速，就纯粹就这样，好吧。我只是随便找个地方停而已。我要欣赏一下他。他那上面有补给品。我现在离开这个塔了就对了。靠。他自己滑到后面了、喔，哇靠、欸！哎。
啊，还自己滑下去就对了。哇，直接拿到了，哇，好强哦！浪的哦，这边水算干净的，可以直接下来。对啊，哎，没得补给。先去那个村庄跟人家问候一下。嗯，然后我看到有人在走动，浪打都是补给品的。哎，刚刚那个人呢？我拔蜡吗？这不像是死，刚刚死掉的人吗？哎，我刚刚真的有看到一个人啊。然后他是 G 妹吗？是我看错是不是？好啊，你们自己影片回放啊！我记得有看到一个人，我在下船的时候我有看到一个人。干！他怎么死掉？声音都可以死那么久？Good. 对啊，我有看到一个人啊 ，G-Man 哦。刚不是还有一箱？应该补给满的啦，我猜的。管他。浪打那么多，那空拍机我想先把它打掉。这样叫浪打。我觉得浪打应该是在这里吧，不是？欸，他也没有说不能一直往前走啊。欸，我现在是要去哪里？飞上来就对了。
现在就是说这不够高，那你要把它翘高，就这样。很像喷筒哎、欸，这样还不会浮起来，应该有。对啊，以你们的物理运算，这样应该够高了吧？嗯，够高了。这样会扣紧，哦，好飘哦，这台车。妈的，撞死你们！你知道吗？如果开开停下来就很无聊，我觉得要开就一直狂开，那种啊，那种 feel 啊，就差一点。啊，要开就一直开，那种感觉比较爽。反正他们都蛮不准，我哎呦，如果被刚被那粘上去的时候就不得了了，我现在是要去塔那边是不是啊？黑色高地现在被改成那个塔吗？不会吧，其实我也不是很了解。我记得以前黑色高地在一个峡谷的那个基地吧，附近都没有这种城市啊。哇靠，你在让你挂，我跟你淹死了。欸，我们先去调查一下。麻辣的太小。有一颗，拔了两颗，哎，出不去了。拔还好多，哎，为什么刚被什么炸到？这车炸不坏的吗？
你蹲下來会滚那么远哦、喔？有啊，它冒烟了。这车真炸不坏，啊，把它给那么多，就能玩就玩一下，因为到后面就，靠，那些机器是怎样？我靠！我被那个弹过来的东西打到，我想说奇怪，原来是这样，靠，又有那个鸽子。什么？像苍蝇一般存账，这个是叫炸掉是吧？没有，然后拔了也是会后退的。哦，这边感觉高压电蛮大的哦，那种声音。那叫。电磁波的声音吗？还是机器运转的声音？我的麦克风都调到10dB 了，加10dB 让它那个，之前是这样了，然后发现太大声，然后我再把它降3dB， 结果也是照同样规格再重新做一次，欸，现在录影就觉得很小声。都坏掉了，那这边又怎样？我靠！我 shit！ 哎，要大战了！虽然他有副机枪台在外面的，可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用拔蜡。欸，门关起来了咧齁。有人是不是？门明就开了，为什么会关起来？打得我很狼狈呢。
终于。当然，我知道我的船不是在这边，我想过来看一下而已。靠，在哪里啊？后面啊。啊，差点就把你撞死，被你闪掉了。等一下，我再去测试一下我的麦克风声音啊。因为我个人觉得这样调已经算很大声，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录影出来的声音很小声。不然我之前讲话，我记得我之前影片讲话是，我之前影片讲话是声音蛮大蛮刺的。它旁边有那个可以飞的，有没有看到？谁啊？干发飞弹！如果你来这边血都不够了，还给他这样玩，不是很惨？嗨，各位，感谢你们抽空来观看我玩《Half-Life 2》。那我的影片呢，想在这边做个 save point。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喽，拜拜。